法国奥运会都已经快开了，场馆还在建设当中，法国人呢用实际行动向我们展示了什么叫做顶级的松弛感啊！说到松弛感呢，我们现在国内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特别喜欢。那我们今天就来看一下这篇非常精彩的英文文章是怎么说的。With countless stressors, the youth of China are now going after a new viral trend, 松弛感, which roughly translates to chillax or sense of ease to express their desire to chill. 啊，有数不清的各种各样的压力。或者说导致压力的因素，你看你怎么翻这个 stressor 都觉得别扭，因为英文的词它就不是通过中文能解释清楚的。什么叫 stressor？ 只要能够 stress 给你带来压力的任何一件破事破人，它都叫 stressor。 比如说某个人总是逼着你 要去结婚，催婚的这个人啊、she's such a stressor， 对不对？某个人总是逼着你家庭作业做了吗？ Oh, he's such a stressor. The youth of China are now going after new viral trend， 松弛感。中国的年轻人呢，在刚刚那个背景之下，正追求着一个非常火的趋势，叫做松弛感。这 go after 对应的画面感，一个人在另外一个东西的后面追着，那当然就是要得到它，当然就是喜欢它嘛。Which roughly translates to chillax or sense of ease。这儿呢，作者只能够大概把这个松弛感的中文词呢，去翻译一下，说叫 chillax。他也知道是来自于 chill 和 relax 两个字拼在一块儿，果然就是美国人、英国人嘴里面那个。俚语词汇啊，就是 chill 原本指的是把一个肉啊放到冰箱里面去，哎，冷一下，这个叫 chill。后来表达，哎 ，chill man 啊，你太冲动了，太愤怒了，冷静一下，冷静一下，这个叫 chill。那么后来呢，可以用来去表达，你比如说到澳大利亚黄金海岸这样的城市，你会发现所有人都三四十公里每小时在那开着车，你都觉得我的天哪，这儿人为什么这么的放松？这种状态就叫 chill， 形容词，也可以用动词来表达他们。就做这样的一个动作啊，那么所以这儿的翻译其实不是太严谨，因为松弛感在中文当中是一个名词，这儿呢 chillax 它是一个动词，就 chill 和 relax 双重加持。那么后面这个 or 呢，倒是翻译成的名词叫 sense of ease。总之，年轻人喜欢呢，是为了能够去表达他们想要能够松弛下来的这样的一种欲望啊。Aimed at putting the brakes on current lifestyles and consumption patterns.Chillax is now used among Chinese young people to describe a comfortable and chill state of mind and the calm and unhurried manner to let nature take its course. 说到松弛感，它有一个大的背景，就是用来主要实现的目的呢，是要在现如今的生活方式和消费习惯上面踩刹车。是不是中文字面意思翻译过来踩刹车，你都能读懂？实际上不是踩汽车的刹车，而是在现有的生活习惯和消费习惯上面呢，哎，我们要收敛一点点啊，不要那么的匆忙的生活啊，不要那么暴饮暴食或者大手笔的去消费。那 put the brakes on， 说到与汽车相关的表达呢，我还想到一个非常相似的，叫 take one's foot off the gas， 一个人把自己的一只脚啊从 gas， 也就是油门踏板上面给拿开来，代表的是什么呢？你就不像原先一样的全力以赴做某件事了。比如说苏炳添在参加一次百米预赛的时候呢，最后十米他放水了，这我们中文的表达，老外会怎么说呢？ Wow， 苏炳添 just took his foot off the gas in the last 10 meters。 那这儿的 pattern 也是一个重点词汇，你去查中英词典的时候发现，我的天哪，中文翻译真多，什么图案花纹，然后还有什么模式，还有什么规律，实际上呢都来自于相似的一种画面感。你看啊，假设周老师这儿印了一个老虎啊、oh, ，This is a pattern of a tiger, right？ 但是呢，如果是点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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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一定一下子能看得出来。哎，看了半天之后发现，哦、oh, ，It is a tiger， 这是一只老虎的一个图案。所以你有没有发现，你从一堆看似杂乱无章的圆点背后看出来了是一只老虎？这就是为什么哎，我们中国人经常说的说，哎，这一组数据背后啊，我看出来有一条规律。这个规律呢，不能翻译成 law。毕竟我们习惯性的中文翻译成英文，而是这儿的 pattern， 大家能明白吗？ OK， chillax is now used among Chinese young people to describe a comfortable and chill state of mind。 那这个词或者松弛感呢，现在就被中国的年轻人用来去形容一种舒服的以及说非常松弛的心态。这个 state of mind 就是我们人的 mind， 头脑所处的 state， 所处的状态啊，不禁让我想起来，在松弛感方面有一个很好的代言人，功夫熊猫他本尊。当然，他的师傅呢，有的时候比较激动的时候，会经常提醒一句 ：“inner peace”。那个 inner peace 就是 chill state of mind。
And the calm and unhurried manner to let nature take its course. 不光指刚刚的心态，还指一种 manner， 一种处事生活的方式。具体来说呢，是比较平静，以及说 unhurried， 不慌不忙。具体进一步来说呢，叫 to let nature take its course， 让大自然去选择自己的那条路。这是字面意思。什么叫 nature？ 你可以翻译成大自然，但其实更多的指的是不是我们人能够控制的那个大自然的规律，这个世间万物背后的那个造物主。你让他来选择接下来事态的发展所要选取的那条路吧，就对应我们中文所说的咱们还是随遇而安。所以下一回有个老外朋友得了感冒，他要吃感冒药的时候，你可以怎么劝他？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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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 don't have to do that. Just let nature take its course. 你吃药呢是一周要好，还不吃药呢七天也能好吗？ Alrighty, with that, we have happily come to the end of today's edition of Albert Talks English. 学英文方法一定比努力更重要。那说起方法，不要忘了点视频下方的链接预约接下来我早上七点钟的直播，咱们可要不见不散哦。那最后呢，按照我们的老习惯，从头到尾裸听一遍。With countless stressors, the youth of China are now going after a new viral trend, 松弛感, which roughly translates to chillax or sense of ease, to express the desire to chill. Aimed at putting the brakes on current lifestyles and consumption patterns, chillax is now used among Chinese young people to describe a comfortable and chill state of mind and the calm and unhurried manner to let nature take its course.